三口。好了好了。我们都不行。一张一张烧，不是一打一打烧。你说的，哪没有合适？在室内烧的也我们的是烧出了从门口。我们鄙视中国共产党，中国政府到全世界用他们的臭钱，魔鬼用的钱去收买各个国家，全部焚烧，让他们形势全面。还有一张鸟的毛泽东的额头的相片，这个钱中共他们靠欺负中国的老百姓，剥削中国的老百姓，跟西方的资本家联合剥削咱们中国老百姓挣来的钱，然后挣来的钱然后再来迫害我们。他们靠贩卖中国人的器官然后挣钱来，他们的钱处处是脏的，带有魔性。所以我建议正义的人不要跟中国做生意，不会过不下瘾了。烧烧毁哪里下瘾了？大会结束，今天我们呢还要唱歌，唱一首歌。